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运算式的转换，那就是所谓的中序运算转成后续运算。那现在的中译本好像有时候翻译叫中置运算，转换成后置运算。哎呀，不过有时候我们就是用自己习惯的说法了哈 ，infix 转成 postfix。好，那这个方法这里提到了三个步骤的转换方式，这三个步骤的转换方式其实比较适合人来做啦，电脑比较没有用这种做法，哎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人还需要自己会做哈，所以我们先介绍人来做的方法。好，那这三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叫做给这个运算式完全加上括号，把它变成括号化。那什么叫做完全加上括号？那以下面这个式子为例，就是每一个运算子跟它的运算员旁边都给它加上括号。当然在你加括号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优先顺序跟它的结合性。那其实以这三个步骤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步骤，括号不要加错，因为括号加错后面算出来的那个后置运算式大约就会是错的，嘿啊，所以加括号是最重要啊。你说加括号怎么加？好，以下面这个式子为例，这里有除法、减法、加法、乘法、减法、乘法，嘿，有这么多个运算子，那所以我们要根据优先顺序来加括号。举个例子，我们就是先乘除后加减嘛。所以除法 A 除以 B 这里一定先做，所以 A 除以 B 这里就先加个括号，然后 B 乘以 E 这里也会先做，然后 A 乘以 C 这里也会先做。好，那所以这些会先加上去，接下来减法、加法、减法这三个优先顺序一样。那优先顺序一样的时候就是从左边开始做，因为它的结合性是左结合性，所以理论上这边然后换这里，最后再加这里，所以整个加完之后就变成下面的样子，下面的样子哈。所以后面三个括号的左括号都在这里，第一个的右括号，第二个的右括号，第三个的右括号。好，做到这里算是第一步完成。好，接下来第二步，好，第二步跟第三步就比较单纯。第二步他说，你就把每一个运算子，理论上照完全按照它字面的话，就是把每一个运算子跟它的右括号交换啦。那有时候我的讲法就是，你就把每一个括号，把每一个括号里面把运算子放后面，运算员算放前面。因为所谓 postfix 其实就是运算子放在运算员的后面，所以你每一个括号都把运算子放在运算员的后面。所以记得哦，每个括号哦，这个括号也要，这个括号也要，这个括号也要，每一个括号都要，所以第二个步骤有时候就要分清楚每一个括号的运算子跟它的运算员在哪里，所以这里会变成 AB 除，然后这边减法会放到 C 的后面，然后这里乘法会放到 E 的后面，这个加法要放到这个括号 D 乘一哈，这个括号的后面，因为它的括号在这里哈。好，然后再来 A 乘 C 会变成 AC 乘，然后这个减法会放到 AC 乘的括号的后面，所以到这里是第二个步骤完成，第二个步骤完成变这样。好，最后一个步骤最单纯，把所有的括号全部擦掉。把所有的括号全部擦掉哈，所以所有括号全部擦掉就变这样，所以这里就是它转出来的postfix 的运算式。好，那暂时先讲到这里，我们以后会再讲用电脑来做转换的时候电脑是怎么做的。